着干什么？快动手啊！没事。虽然我没有了灵珠，但既然我的血能让你从狂化状态变得清醒，说明也能助你暂时恢复功力，你一定会没事的。我爱你。这星平还真是人小鬼大。我觉得星平说的没有错，驸马，你是不是应该补我一个蜜月了呀？都依你。好，那我们就出发吧。父王母后听说我找到了如意郎君，喜出望外，让我们过去小聚，和当地的百姓交流切磋最新的大夏文化，然后再带他们回花兽转转。好了，就送到这儿吧。怎么了？有问题啊？我这套衣服还好，但是你这套衣服是不是太过暴露了？哎呀，那边的人啊都这么穿。好了好了，我们快点走吧，别再误了船啊。签证、船票。